这个到台上啊，这个精神呢就得要集中在这儿，什么事情大家都不要考虑的。还有开车的演员也是一样，演员上了台以后啊，家里头不管什么事不要管他啊，因为我现在上台以后，干何事思何理，在其位谋其政啊。我现在是干嘛呢？演出呢，我就是演出。外边羊上了树我都不管，羊怎么能上树呢啊，我不管，他上他的去不管。就是说这个演员精神要集中，干什么工作都是这样，全神贯注啊。包括谈恋爱，谈恋爱也是一样，三心二意谈不成，必须一心秉正，一心一意。如果说我爱着他，我要看着那个，一个人站了三只船上，早晚翻船把他翻到下边去啊。所以我们演员呢就是这样。我今天要说的呢，就是这个演员呢有私心杂念。有一回我看了一出戏，在哪儿，中国大戏院，这个话有年头了啊。这个中国大戏院呢，那天演的什么戏呢？全部的轰鬃烈马。这个轰鬃烈马包括着什么呢？包括着平贵别窑、算粮、武家坡、大灯殿等等啊。这是全部呢叫轰鬃烈马。主要的演员呢就是两个，一个薛平贵，一个王宝钏啊。王宝钏是青衣，薛平贵呢是老生了，是吧？这出戏，那么这出戏在哪儿出的问题呢？武家坡。这个武家坡哪儿出的问题呢？就是演薛平贵的这位。这个演薛平贵的这个人呐，挺好，生活很简朴。他热天呢，他带着盒饭，盒是那个铝盒啊，就是钢种的这种盒啊，里边啊有鱼啊有饭什么的。他天热，他到了中午吃的时候呢，后台有管事的，得给他腾起来，把这个饭腾热了的。那么一拿这个饭的时候，他一闻呢，坏了，这个饭有味儿了。当时啊，他就跟这角说：“哎，老板，这个听我的话，您可别吃了。怎么了？这饭馊了。我闻了，一闻是馊了。他要承认馊了，这就不能再吃了。您说是不是？”他一想，我要承认馊了，我不吃，我兜里没带钱呢，没带钱，我拿什么买？找别人借钱？我这么大角儿，多带面儿。他就得呀，愣说瞎话。嗯，不馊啊？不，没事，绝对不馊。老板，我这鼻子可保证没问题，我没感冒。他要是不馊哎，我告诉您，那是我说错了。您不行哎，我老姐您给问问。旁边这个拿过来闻闻，人家干嘛得罪那个人呢？人家主人就说没馊，他就说没馊。那我闻了，我这两天可能有点感冒，鼻子不太通气儿。好，得了，您就给我腾吧。老板，我是对您负责任，我怕您回头出了病以后，您这戏晚上您怎么盯啊？这是不是？您最好别吃了。还你这人怎么这样？我告诉他不馊就不馊吧。他老说这个馊，老说这个馊，馊的就是饭发霉里味儿了，就是老说。那么这个饭呢，归期他还是吃，吃完了以后也没感觉什么不好。这个戏呢是哪一点呢？这个王宝钏呢在那弯野菜，唱完了四句慢三言以后呢，就是这个薛平贵唱。薛平贵的词儿呢是什么词儿呢？这个薛平贵呢应该是这样啊，上面带着五升金，啊，黑三就是黑三柳，马褂、箭衣、大带、红彩裤、厚底儿，是吧？立下这儿挎了一口宝剑。这是这个薛平贵的打扮。那么这个王宝钏唱完了以后呢，薛平贵应该是唱流水版啊，原版转流水是这样唱：这大嫂传话，特意吃着满武家坡，站得我两腿酸，站立破裙，用目看见一位大嫂把菜碗，前影儿好像王三姐，后影好像王宝钏，奔当下马将起欢，且慢，错人民的女力不断。大嫂原词儿啊，就完了。那么他今天呢，他到了台上以后啊，他就琢磨这个事儿，说：“哎，是不是演员挣不了多少钱？明明的是酸了，我愣告诉没酸。哎呀，我昧着良心呢，吃酸饭，他还想这个酸。
这句在哪儿呢？刚才我不是唱了吗？这大嫂传话太迟慢，武家坡站得我两腿酸。他不是在后台老说那个搜吗？不是说那说搜了，他说没搜，他老说这个搜，结果他就老惦着后台这个事儿了，他把这个搜给唱出来了。他这样唱的：这大嫂传话忒迟慢，武家坡站得我两腿酸。坏了，两腿酸。他是天仙者呀，武家坡站得我两腿酸，站你坡前用目看，见一位大嫂把菜弯，前影好像汪三姐，后影好像王宝钏，这不就对了吗？本当向前八里见，错认民女李不端，这不就他是天仙者呀？他唱搜啊，搜是要求者呀，这个玩意你怎么改啊？改不了。呵，哎呦，观众一听是怎么回事？什么是新词儿？这个演员呐，起码都有20年的舞台经验，他一下把折唱错了，唱成搜了，怎么办？现抓现编唱了几句新词儿，不但是合辙押韵，而且还是非常合乎情理。他是这样唱的，您注意词儿啊。这大嫂传话特意迟慢，武家坡站得我两腿松，站立坡前用木求，见一位大嫂把菜就，前音儿好像王三姐，后音好像王三妞，奔当下马将起楼，且慢，错漏了民男女，我的爱顿抽。你瞧。